块，我交钱，我交二块，我烂了，你俩分了，再给你，可以吧？我求求你们让我走吧！不！3月25号晚上8点，浙江杭州协警拦下一辆逆行共享单车。很快的，两三分钟吧。骑车的小伙打了一个电话后，突然情绪失控，丢掉手机。我真的好冤，我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就是这边一直在催着我快点走，我加班，我赶回去有事。好，可以，求你们了，要我干嘛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求你们，这你心全是的，我不干了，我烦，给他就让他走。我不要了，谢谢你们，我有这部分的。冷静点，我疯了，冷静点，没什么事情的。我压力好大啊！没事，每天加班到12点，我女朋友每天要死要我就送钥匙，我其实真的不想这样的。啊，你我身份证给你，我找你去送钥匙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嘞。找你去送钥匙吧，好吧？我只想哭一下。你是在哪里上班的？你没事，你发泄一下也可以的，我们可以在这守着你，都可以的啊。行，对不起，没事啊。我估计他是。应该是做程序员这个职业的吧，包括他的装束啊、眼镜啊、穿着啊，应该都是一个理工男的一个形象吧。哭过以后可能会长大一点，对他人生还是有帮助的。你上班了还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吗？哎，是我们都没事，生活嘛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负重前行。嗯，没事的。我们平常也特别讨厌这个疫情，但今天真没办法，那这边在吹，那边也在吹，我只能，我本来就是想走那边的。待小伙情绪稳定后，交警送他离开。累了就请个假休息休息啊，请不动。要劳逸结合，这啊自己要把握好啊。一边是天天加班的工作，一边是忘带钥匙的女友，小伙突然的情绪失控可以理解，也让人心疼。像这样发泄一下，他心里应该会好受一些。就是这边一直在催着我快点走，我加班，我赶回去有事。好，可以，求你们了，要我干嘛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要罚款，我交钱，马上罚款，我累了，身份证给你。可以吧？我求求你们让我走吧！我不干了，我烦了！我不要了，谢谢你们。上周啊，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一说啊，就是苦逼程序员们搞了一个叫996 ICU 的开源代码呀，表达对996工作制的不满，意思呢是今天996，明天 ICU。不光互联网公司，许多公司都是这种996工作制啊，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每周上6天班，一共是72小时。说到72啊，我就想到了72遍。扯远了。其实996这种制度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确实违规。再看看这些大公司都做了什么。没错，他们用程序员设计的浏览器屏蔽了程序员的诉求，
知程序员常记以知程序员啊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啊。其实加班这个问题由来已久，大环境决定，中日韩呢都很普遍，但是双方应该理性沟通嘛。遇到工作实在太多呀，这起码加班费给足啊，该调休调休，实在不行换份工作。找老板啊，你只能得到这样的回复：哎呦，老板，996制度不健康啊。对，哎呀，那当然不健康。你呀、啊，你得早睡早起嘛。这样吧，改成666啊，早上6点到晚上6点啊，一周上6天，还是72个小时，但是听起来很溜嘛。看到没有，程序员这辈子都无法修复的呀，永远是老板的逻辑棒。程序员是灵长类动物的近亲，虾长类动物。顾名思义，不怎么出门的他们随便长长就可以了。每只程序员从诞生起就习惯在两棵树间跳来跳去，一棵是二叉树，另一棵也是二叉树。这只小家伙是一只入行2年的程序员，长期没时间搞卫生，使得它毛发茂盛。我们看到今天它发现了一只巨大的 bug， 它试图修复，但这只 bug 牢牢吸附在二叉树上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小家伙又要加班了。虽然看似是食物链顶端的灵长类动物，但程序员也有一种天敌，作息。不规律的作息是程序员的杀手，一旦被作息击倒，等待他的就只剩下无尽的 ICU 了。即便没有被击倒，被996折磨的程序员也总是无精打采，甚至站着都能睡着。而在梦里，他们终于有机会调戏自己的一生之敌——产品经理了。